再過過新年都緊要，因為聖誕節通常嗰個假期本身都好長。咁新年次過去日本，其實都好 fresh， 因為係兩年之前同屋企一齊去嘅。咁跟住就去咗富士山，跟住係落雪，係好靚，同埋我好中意雪。咁過新年都幾難，而且因為係即係屋企人去咯，因為平時都係自己去得多。Can I get a